欸、没人回答。自己写歌才可以自己发嘛。对，你们大家等专辑等很久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首歌一定会收录在里面，期待吗？哇。对，这个歌还蛮……其实因为没有 transpose 的关系，我还要去背升 key 的，背那练的我半死。对。但如果你以为一首自创曲就结束了，那你太小看我了。还有多一首，我也怕怕了，他那时候怎么点的？接下来另外一首自创曲叫做，可能有些粉丝有听过，在前年，前年还是三年前的一个聚会，我有小弹过一下，但那时还不完整，这个比较完整。来到这首歌的歌名叫做《痛》。虽然有出外景这样子啊，现在有点我觉得我需要休息一下片刻再战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让我去喝一点水？但在休息的片刻，我不会让你们的耳朵有六根清净的时间。对，因为接下来有一个
因为特别来宾，他要来演唱，对，我先不讲是谁。